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回到我们的议程。那这一场，我们找到了两位很年轻的发表者 Ted 跟 Chaos，然后他们两个分别参与了不同的开源社群。那今天就要帮我们分享，就是如何走上这个开源贡献之路。就是刚才也有听众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一样就是这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跟他们交流的问题，都可以扫这个 QR code，然后留在 Slido。那我们最后会留时间请两位解答。那就请交给两位了。都可以，都可以。长得有点好强，算了，我用这个，我放弃。喂，有声音吗？好，大家好，我是 Ted， 这位是 Chaos。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开源贡献这个经历这上面的经历，还有一些就是故事，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那我是来自居林 V 社群跟就是一些开放知识跟这个开放的社群的部分。那 Chaos 他是来自JVM 社群。那我们会分享我们在开源贡献的原因跟理念，还有我们经历了这些开源贡献的部分。我是来自新北市的14岁国中生，目前是 GNV 的参与者，加上台湾开放教育推动团队的发起人以及资料工程师。我拿简报笔，我干嘛一直按？OK， 好。刚开始我其实是自己写一些小专案，像是就是一些小工具，比方说我刚开始有写这个 Discord bot， 就是写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 bot， 写好玩的。那时候因为想说，看到 GitHub， 然后大家在上面开源，然后蛮有趣，我就把它放上去。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程式蛮劣质的。那后面呢，我是在进开源社群的开源专案。刚我提到这个劣质程式，其实我刚提到那个 Discord bot 就是下面那个部分 Discord chat bot， 就是我想说，这个很酷，我可以透过更改一个文字档，就直接让它传用 bot 的身份传过去。可是后面发现这其实非常没有意义，甚至有点 self bot 的概念。所以我后面又写了一个，就是让使用者能够自行控制。就是上一个自我约束电脑使用时间的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其实也蛮没有意义，而且我那时候变数的一些命名啊，其实写的蛮不 OK 的。那后面经过了一些程式的能力的一些小小的精进，我加入了 GNV 社群。那时候我想说 GNV， 就在我加入之前，我是很对 GNV 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想说 GNV 是不是一个要反政府或是不要政府这种机构，当时真的我是这样有一种怀疑的心态。然后还有他们就是感觉有点政治化，但其实后面才发现并没有，他们就是非常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参与的一个社群。那因为我加入其实是因为我当时对于开放教育的一些资源分布不均跟难以查找这部分有一些想法跟意见，所以我就自己开了一份计划书跟一个草稿这样，然后就传到社群上面，问大家一些意见跟建议。那在 GNV 社群加入，然后并且得到一些建议跟回馈之后呢，我们成立了一个 EDU Open 的 Channel， 并且发起了 Core CPI 这个专案。那这边是这个刚发起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刚开 Channel 的这个第一则讯息。当时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就是学生部分的一些访谈跟调查。那为什么要做开源贡献？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对于所有人，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一直想要对社群还有一个社会去做一个贡献。然后我一直也想要完成一个比较大型或是比较完整的专案，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动机。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认识好朋友，像就是我们团队、我们社群当中的一些好伙伴，像我们摊位上面现在有哲伟，然后 Chaos， 还有就是我们社群其实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认识，对，所以在这部分你就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那这部分大概是我对开源贡献的一些分享，对，那接下来就交给 Chaos。好，那我就你在这边。好，我在这边。好，然后我是 Chaos， 我是现在现年18岁，然后要去读大学了。然后目前我专注的工作是研究编译器的部分，还有编译器优化。然后我同时也是自创语言 YarkoLand 的发起人和他的主要工程师，因为就我一个人，现在还找不到朋友。然后再就是现在也是担任 V 语言这个新兴语言的团队成员之一，他是一个 Community Contributor Project，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然后我不太想直接从第一个开始，因为前面还有一些很杂碎的经验，但是也值得谈。我入门程式语言的部分的话，是从国三的那时候开始，因为被会考压着嘛，然后就想说，哎，我都在用 Discord Chat， 但是我都没有看自己做一个有一个能够控管我的伺服器的一个 bot， 所以我就去开始找那个 YouTube video 去翻一翻有什么 Discord chatbot 的一些教学，然后就抄了下来，然后也算是完成了。然后之后也有运用这知识，在国三到高一这段期间，去我们 SCP 繁中分部的 Discord chat server 里面去帮他们研发一个专属的 Discord chatbot， 也算是非常成功的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接下来高一到高二这段期间，就是开始学一些借由学校的管道去学一些，例如 Java 或者 C++ 那些程式语言。而因为我有玩过 Minecraft 一段时间了，也算久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写一些自己的模组出来，让别人也可以享受到这一个辛劳，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方块等等的功能。然后在开发了 Minecraft Mod 之后，由于我大概用了 Java 一年左右，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对于 syntax 很要求的一个人，所以越到后面我会发觉一个语言没法满足我的胃口，我就会跳坑到另一个语言。像是以这个 Minecraft Mod 为例，我就索性的从 Java 跳到 Kotlin， 然后学习了很多 Kotlin 的知识之后，然后发现诶，其实我可以自己做出一个程式语言，而这个程式语言也最后有了一点点的进展，只是又被打回原形了，等一下会说。总之就是我成功学习了编译器的部分。这个是刚才讲的模组，是那个跟车站建筑有关的，由于它材质精美，我记得有到1096的像素，所以其实社群内的人有很多人都在用。而要学编译器，总不可能直接看着论文去写吧？高二的人应该是没那个耐心去每一行那样去读，对大部分来说，所以也不可能去读那个龙书嘛。龙书我是有点看不太懂啊。所以我就也很索性的跑去了 YouTube 翻有没有 Compiler Tutorial， 然后还真的有翻到了一个来自 Microsoft 的员工所录制的一系列的 Compiler Tutorial， 教你怎么从零做出一个直译器。而做出了一个一点点小跟动，就也就是刚才那个 Tutorial 的一个 Fork Compiler 之后，才发现这个 compiler 后面有很多细节是我现在可能没办法马上去理解的，而基于这个原因，我才跳坑到 JVM 那边去学 bytecode， 也就是今天早上讲的 JVM bytecode 的议程。而在学习 JVM bytecode 的这段期间，我就开始的在从其他语言开始去汲取一些 syntax sugar 等等，还有一些理念哲学的一些比较需要去融会贯通的一些部分还有知识，最终目前写出了有如右图所见的如此一个可能看没有什么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做出来的成就感是很多的。但最大的特色是它目前结合了一些，它目前给它有一些 JVM Java Kotlin 一些不具有的特色，例如说我可以在一个 file 里面塞很多个 class 等等的一些特色，让使用者可以更有弹性的去设计自己的 project layout。而贡献完了自己的编译器之后呢，我索性又再去网络上翻了一些程式语言，然后某一天我就突然翻到，哎 ，B 语言看起来不错，哎，蛮像 script language 的，所以我进去看了，然后我也加入他们 Discord 群，然后开始发现，哎，其实我对于 contribute 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经验，哎，但我直接去 contribute 会没有问题吗？还好这个问题从我发起的第一个 PR 之后就不再是问题了。我在 V 语言发起的第一个 PR 比较针对性的 PR 就是这个，就是 add variable it as index accessor in array init expression。 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借由 it 这个 variable 区域变数来去对一个阵列的初始化更有弹性的去初始化它，不再是只能用一个常量值去初始化它。而这个特性也在最近的 V 语言 0.3 里面也被列出来正式加入进去了，还有一些特色，但是这里太多了，不直接列入。然后无情工商一下 V 语言，毕竟它现在截至最近也有 30K 新了，而且都是由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有中国的，有台湾的，有荷兰的，各国的工程师互相的用英文去切磋磨合，最终产出了一个最主要以 C 为后端的程式语言。这个语言呢，我这边都是以官网来说的，我不带入什么很主观性的评论。它非常轻量级，你直接从 GitHub 上面 clone 下来，它小于10 MB。而且用 TCC 或 GCC 那些 compile 程，也就是 bootstrapping 的过程，也只要不到一秒就可以 bootstrapping 完，就可以直接 on file 直接用。再来，它可以从 C 或 Go 转成 VLAN，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对于如果你想要让你的 code 可以在 VLAN 上面直接使用的话，如果你这个 code 原本就有 C 的或者是 Go 的 implementation 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它内建的 C to V 或 Go to V 直接转成 VLAN， 让社群直接使用。而创新的记忆体管理的话，它有一个 auto free， 但是比较技术性细节。开源贡献就是为什么我会很想要加入这个社群，因为它的 PR 还有它的定位其实没有说非常的严谨，不会到说会把别人掐到不能呼吸的情况。如果你的 PR 里面有着一个 fix， 然后还有一个完善的 test， 只要它通过了 CLI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也就是 merge 或者是被 review 的环节。而通常有通过 test 的话就可以直接被 merge 了，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 V 语言最大社群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对于外来的 PR 都是非常欢迎的。而轻松上手，对，因为看到那个我最开始看到的是它很像 script language，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非常好轻松上手。对于你不爱写 C 的话，你可以 hit C， 然后就直接跳到 V 点去，它也可以跟 C 无痛的接轨。而最重要的也有可以 C、Go 或 JS 的函式库沟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甚至它可以直接转译成 C、Golang、JavaScript、WASM 或者是 ARM Assembly， 这都是一个语言很有趣、很有重要性的一些特点。对于说，如果你要在不同环境下面去互相沟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刚才说到了，因为所有的 PR 都通常都要加 test， 所以我们 VLAN 里面的 PR test 加到现在已经加到
整个专案里面有四分之一的档案大小都是那个 test file 了。而每一次一个 commit 要完成 run 完那个 test 所有的 test 的话，大概要花两小时，所以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萤幕在跑，然后等不到结果，然后等到结果哦，错赛没有过，就直接再重新继续 fix。但是它相对社群比较开放，所以你通常来说只要弄到有一个绿勾勾就可以 on fly 进入下一步了。而它活跃的开源社群来说的话，如图示蛮多条状物的，非常非常的密集啦。各位可以看到说它甚至一周可以达到将近快要100个 commit 了。总之就是它目前它的社群活跃性是非常高的，大概目前截至下来有快8000，有8000个多或者是5000多个 issue 被关闭了。就可以见证说 V 语言它的社群是非常强大的，它的社群资源力比较一些小专案来说，它的处理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么工商结束，为什么我要开源贡献？我不太讲那个什么大情怀的啦，但是我觉得开源贡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你不再局限于你自己的同温层，你可以了解更多的实作模式。如果你对于一个专案有着学自己写的专案，感觉好像有点忙手忙脚，然后有点掐死自己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跑去看一下其他人的实作，说不定你会得到更多实作的灵感还有经验。而且第二个，行销个人价值。对，自从你有了更多的 PR 等等，或者是你发了很多 issue， 社群就会开始注意到你，而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你就可以融入他们并且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像是 V 语言的话，我贡献了差不多快20个 PR， 通常都是在修 source code 的部分。只要他们觉得你的贡献其实还不错，还蛮多的，他们自然就会想要邀请你加入他们的 organization。而第三个比较重要，为社群尽一份心力。因为你如果你的 project 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弄的话，你不但不会弄得自己很累，然后接下来也没人来 contribute， 然后你的成果也没被人看到，那是一件有点伤心的事情。而如果你跑去贡献，或者是你开一个开源专案的话，去贡献就会得到一些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反馈，然后你就可以帮这个社群推一份力上去，让这个社群有更多的心力在贡献更多的社群。像是 V 语言，它从一开始的语言现在已经发展到有开发自己的 OS 系统了，或者是一些函式库了，已经不是局限在自己的语言了。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特点是我对于开源贡献这部分比较大概的见识。那以上是我们的分享，然后email 有声音吗？有吗？哦，有，不好意思，email 的部分，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上面，然后 GitHub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开源贡献的一些专案或是程式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去 follow， 然后我要偷骗一下星星，大家帮我按一下星星，谢谢。然后待会如果有兴趣找我们继续聊的话，可以在那个这边二楼的 TOEDU 摊位，然后楼上你是309里面吗？309里面有一个 JVM 摊位，他应该会在那。对，好，那之后我再做一个，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开源贡献不知道如何开始，其实在 GitHub 上面你可以找到一些，我等他想完吗？好，就是 GitHub 上面会有一些那个 good
first contribution， 你可以开个 issue， 告诉他有哪里有错误，或是告诉他哪里可以修改，或是你可以开 PR，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那其实并不一定要贡献有意义的，就是有实际用途的专案才是有意义的。你今天也可以贡献一个，像是之前有一个专案，它是你按几颗星星，那它的那个专案名称就会改成有几颗星星。对，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拿来做一些基本的练习，做一些开源贡献的练习，之后也可以继续进行一些，就是你就可以在之后再去写更多更大型的专案。还有你不一定要写程式，也可以做开源贡献，就是你可以写 maybe 帮别人做一些 survey， 或是写一些文字的工作，这是部分都可以进行到一些开源贡献的程度。那大概我们的分享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差不多九分钟的时间，可以大家有问题哦？有问题，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开始回答，还是你要先？那上面好了。好，开放教育现阶段要做什么？如何参与？我们是在做全国开放式课程的整合查询系统。好，这个查询系统呢是让大专院校跟政府机关，就是公部门他们的课程都可以被轻易的查询到，因为他们发在自己的网站上，所以有时候不方便查。那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查到。那如何参与呢？这个部分可以加入 GDV Slack 的 EDU Open Channel， 更详细的资讯待会可以到摊位上面，我们有这个资讯可以看一下。好奇想问开发语言创造的最大困难和最有成就感的经验。开发语言这部分来说，我后续都碰到比较像是要新增一些小 feature 的部分，所以通常来说不会遇到很编译器技术上面最瓶颈的部分。但是呢，也是有相对的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例如说有时候我们的语言目前没有什么之前的时候前一段阵子还没有 RFC 这个东西，导致了各种的 feature 乱窜，然后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统的 feature。 通常我们前阵子要认证一个 feature 是否要加入这个语言的话，都是经由作者来去判定说这个 feature 到底要不要加入，因为对于一个 feature 的加入还会冲击到它的整个生态系，所以必须审慎的去研究。但是呢，有时候假如说你的PR 发上去了之后，然后结果因为你有时候会很心急，会想要马上的去 contribute， 或者是想要让你自己的 GitHub 的墙面绿一点啦，就会很心急的把那个 PR 发上去之后，就觉得他应该是会被 merge 了事了吧。没有，有时候如果你太心急的话，就会像我碰到的瓶颈是因为那个 feature 不被证实说是一个应有的，而是一个它是一个 bug 之类的，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一手来去一场空，就很心酸啊。但至于技术性的困难点，相信很多人都遇到啦，就是有些比较学术性的知识点，这个你没有学过的话，你就会有点像是赶鸭子上架那种感觉，就会写得不太好。当然他们还是会欣然接受啦，只是最后就是变技术债。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我目前 V 语言看到的最大困难和困难点。成就感的话，就是有两个重要的程式 feature 可以让 user 直接去看得到。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index accessor， 另一个是 Java 里面有的一个 unsigned shift operator， 那个也是根据 Java 有的一些 feature 去做出对 V 语言的 contribute。 对，那我帮他补充一下，他刚说的那个 GitHub 一片绿，那个是指就是根据你每天在 GitHub 上贡献的量，他会给你一个由浅绿到深绿，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给你一个灰，所以像他的应该是一片绿，我的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对，好，这个好，就这部分我刚有提到，就是如果刚开始接触程式语言你还不是很熟悉的话，你可以从一些非常基础的专案，像我刚提到那个星星量，那另外也是可以用就是
有一些他可能要写他的文档啊，写他的 wiki， 那这部分你就可以去maybe 帮他们写一下，就是看他们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或是润笔啊，或是直接帮他们撰写，这部分也是可以进行开源贡献，或是像帮忙做问卷调查，这些其实也都可以做视为开源贡献，只是不一定是开源程式嘛。这样，现在应该是 OK。有人问说，有了 C 语言，我们还需要 V 语言吗？这看你啦，因为你有了 Java 也不需要 Kotlin 嘛，对不对？这是很 personal 的 opinion。但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并不是那么一体两面啦，没有所谓的一定是和一定不是，主要还是考量到你觉得 C 语言符不符合你的胃口。如果太多的 pointer 那些的东西把你搞得很不飒飒的话，那可以直接跑去用 V 语言啦。但有些情境下你还是碰到 pointer， 但是 V 语言那个写法还有它后面帮你处理的事情是非常多的，相较于 C， 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造轮子，可能产率也不太高，所以到头来 V 语言还是会占有它的一席之位，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开发一个语言就要去完全取代一个语言，不可能的。像 Kotlin 现在也还没取代 Java 嘛，可能未来都不会啦。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语言，你有需求的话你去学那就对了，如果你没有需求的话 那你不学也其实还好，也不会影响到你后半人生嘛。然后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当编辑开发伙伴，我当然欢迎啊，开源如果没有人来的话那就变成孤独死了，那个刚刚专案就直接孤独死了。当然要当一个能够信任的开发伙伴的话，我还是觉得说对于一个技术你的知识量要够高，而且别人提的意见你还是要有保留一些态度，你如果很直接的话可能刚进入的那个 honey moment 那个 honey period 的话，你这样太硬的话可能就会挫赛了，所以最主要还是你的技术点要有一个量，然后那个态度要好一点点，要不然可能会碰壁。还有大概两分多钟，好，可以。想从开源专案学习，推荐如何找第一个开源专案学习？这突然压迫感，就是开源专案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标准的第一个。最主要你要学习的话是你要先学会如何开 issue 开 PR 这些，你可能先了解一下它的运作模式，然后还有它的流程，这个了解之后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有一些他们会那个 issue， 他们会写一个 label， 就是good first， 就是你可以作为第一个 issue， 他们也会欣然接受。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比方说用词不当什么的，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就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开源专案，其实学习也是要看你的这个速度跟上手速度，还有你的熟悉模式这样。最后两个我来回答好了。比较有趣的问题，椒麻。椒麻。椒麻，简单啊，来我们的摊位就对了。那个他去 TOEDU， 然后来我这里 JVM 都应有尽有，你要想要学的大部分都有啦，看你那么想学。教吗？教吗？你要教我吗？是教吗？哦，对。我相信应该是。然后想要当我小伙伴，我们在收黄色小伙伴，所以我也没有在收 minion， 所以然后 checker 都来这边摊位找我了，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这样感觉你很神秘兮兮的呢 ，JVN 啦，都来 JVN。好，如果没有什么正经的问题的话，还有一分钟，有没有正经的问题？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要在这边做一个了结了。好，看来应该看看台下没有人在打讯息了。好，没有。好，那就我们的演讲都到这边，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去我们摊位找我们。谢谢。